我准备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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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准备好了。我的天哪，太傻了！好，哎，我喜欢海绵宝宝哈。你没看过海绵宝宝？看过，看过。好是吗？好，来，现在变双人的部分，战哥。OK。来，海绵宝宝。那我们下一个部分就是你们俩需要来合唱一段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唱歌把公台再放。啊，要唱吗？哦，对，要唱。对不起。我这个手上那个东西叫什么呢？啊，王一博说叫海绵宝宝。啊。안녕。안녕。Hello。还有没有？还有？你家人家可爱多了。后坐力怎么这么大？小姐姐，小姐姐，网恋吗？继续来。是吗？会这样吗？这真的是我的声音吗？网恋吗？太大声了！这什么？网恋吗？太大声，我们去叫水母吧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啊！这个好，这个，哇！没了。喜欢看海绵宝宝。哇！海盗星，我们去抓水母吧。海绵宝宝，海盗星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。我是张宇哥。海绵宝宝，像吗？不像吗？海绵宝宝。然后就是，你刚刚不是说开始了是吗？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梗？什么时候开始了？开始了是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是那个，我们俩就是有时候就会，你懂，就会要开怼了吗？就是就又开始了吗？是，现在准备要开始了是吧？嗯，对，就是一个互怼的一个梗，就是一个你要接受我的挑战吗？好的，你要开始挑战我了是吗？你要挑战我了是吗？那来挑战一下，如果让两位互相吹一段彩虹屁。又来，对，那肖老师那演技，我的天哪，泪腺，就开关，啪，唰，然后就你虽然肖老师虽然是91年嘛，但是你看好年轻啊，王老师就是成熟稳重嘛，是吧？虽然97年的小朋友，但是就是演起这种稳重的这种冷面角色一点都不突兀。然后呢，运动细胞发达，然后是吧？又会滑板，又会滑雪，还会啥？没了。跳舞又跳得好，大摩托又骑得溜，就是完美当代。当代屁！当代男青年的典范。瞎胡。互吹，这不就商业互吹吗？对呀、啊，还好，不紧张。